家好，我是陳龍傑，很多街坊都叫我傑仔，傑仔三代已經居住在深水埗。自小一路長大，小時候就很喜歡去石結尾村、球場、周圍去玩，好開心回我自小長大的地方，服務深水埗區。如果以我用一個字來形容這個區，我會用一個濃字，人情味濃。很多街坊都住了很多年了，對隔離左右其實他們都很守望相助，發揮出很多人情味在這裡。身後面的石結尾村十九座都40年了，街坊都住了這麼多年，對這個區非常熟悉，亦都是習慣了這個區的環境和服務。他們很想就是趁著這麼多年的樓齡之下重建，都希望在原區安置。這個區都很多的舊樓，亦都有很多的三無大廈，很多業主面對一些政府部門的命令，他們亦都是很難處理，我們亦都是經常協助他們如何籌組一個維修。主要他們的問題都是很多業主都沒有經驗進行一個大廈管理，都無從入手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就會召開會議跟業主開會，亦都跟部門方面了解和跟進那個情況。區內咁多長者，醫療咧對佢嚟講非常之重要嘅。夜晚啦，同埋呢個放假時候去揾醫生咧，亦都有困難嘅。咁未來咧，石結尾健康院咧就會重建。重建期間要睇症嘅人咧，就可能要分流到其他嘅診所，對佢哋非常之不便。所以我哋都同好多街坊反映翻呢個意見。處方方面咧，亦都係落實到能夠喺一個原先重置嘅位置前面咧，做一個臨時嘅健康院，方便翻街坊嘅。很多街坊其實都很親切的，他們都不是當我是一個外人，其實都好像一個家人一樣。有時候很多義工或者朋友都會拿一些湯水或者一些食物給我，這份人情味我覺得非常重要，也是非常窩心，這個也是我繼續服務這一區的原動力。深水埗區是一個密度高的區域，有很多問題都需要解決，包括剛才提過的石結尾村重建、舊式樓宇的管理問題等等。期望在這裡繼續服務大家，能夠改善到個社區，大家安居樂業，人人開開心心。